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您点影片进来。这次要说的是1001楼数位的夜游忍豆风云三活动，忍豆还是老的辣，这应该算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吧，在18号的时候公布的啦。对，好，资历够老的忍豆吗？在1月23号维护前，也就是今天或是明天啊、哦，今天或是明天9点半之前记得登入。好、哦，那哎，等一下，1月22号登入，所以就只剩下今天了。也不算只剩下今天啊，后面还会提到哈。曾经登入的忍豆角色忍币，而奖励忍币数量取决于是多老的忍豆，也就是多久之前创这一只账号，这个忍豆角色，他就会那一只忍豆在那个账号里面给你忍币，懂吗？懂吗？好，假设你是2009年就创立的角色啊，就会获得170。所以呢？一只账号最多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止哦。一只账号3个伺服器，最高9个角色，最多应该是170×9。不过你还是可以去确认你的角色到底是那个几年份的啦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做确认，只要你有参加过那个活动的话。好，也就是这一次的活动在2019年的。那个十年忍豆如初见啊、哦，它是，总之呢，就是你参加完这一批的活动的时候，可以拿到这个对应的忍豆角色当年的帽子啊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它基本上你能参加的账号不多啦，除非你每一只账号每一只角色都参加，不然你应该只有一顶帽子啊。帽子的部分长这样哦，就是它这边会标记上你是几年，好比说我这一只天师呢是在2010年创的，有点可惜，为什么不是2009年？反正我确实是2009年开始玩的、啊。不过以天师这账号来说，我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只认真玩的账号，所以，哎嘿，好。总之呢，你看依照我天师那一只角色，我就可以获得到160人民币，是角色，是以角色来看的，所以最多的话就是170×上最多3个伺服器9个账号嘛，所以会是170×9 1530。这个如果说当年最狂的，应该不可能啊。为什么不可能呢？因为蛋包饭不是09年创的，所以至少随便啦、啊，反正这个到时候你自己看你的人账号里面到底加多少人币就知道啦。好、哦，如果说是今年创的角色就20人币，一步小补。好，这个然后香港的月一伺服器呢，就一样都判定为2009年，算是香港玩家福利。佛心的我们会在2月6号的时候再发送一次。它是针对什么时候呢？针对1月6号到2月5号，好，的有登录过玩家在就可以了，所以不用担心你1月23号之前没有登录，1月22号没有登录怎么办？之后他会再发送一次啦。好，好，就是找朋友一起回人逛逛嘛，就是回人来拿人币啊，老玩家。好，一个多名角色，每个角色都可以获得到人币额度加走哇。真的有办法的话，真的是1000多块，多爽啊！好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 GabyJu， 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铃铛、留言，谢谢，拜拜。